怎么样，好看吗？你戴什么都好看了吧？哎呀，什么呀，这是给奶奶买的。这戴好贵吧？这没多少钱呢，奶奶开心就好了。闭上眼睛，给你们的惊喜。大晴天，你赢了吗？不是，你先闭上眼睛。你这不能打的啥东西这么凉啊？奶奶，你睁开眼睛看看。咦，真香的！你这多少钱买的呢？你给我退了吧。就是落了这一条。不贵，奶奶，路边买的就几十块钱，好看不？好看。还有个镯子给你戴着。咦，看的热了，多孝顺。那个洛洛，你以后别送我奶奶那么贵的东西了，她年龄大了，要是再给你弄丢了。哎呀，你奶奶不就是我奶奶吗？弄丢了我再给她买呀。爷，怎么了奶奶？这我攒的钱啊，你拿着呢，买点好吃的，买点好穿的。不用奶奶，我有钱。就是奶奶，你拿着吧，洛洛她不差钱的。你这个龟孙，你要跟着你，你不带娘好着，拿着呢。怎么给这么多？奶奶在家里面种地，养了两头猪，这些钱估计要攒好久。那我还是还给奶奶吧。哎，别了，你看这个，这是奶奶的嫁妆，她能把这个给你，就证明已经认定你这个儿媳妇了。奶奶，吃饭啦！奶奶，你跟谁聊天了那么开心啊？我跟那个卖水瓶的聊天嘞。我把咱家的水瓶卖了，卖的钱交给你，你给乐乐买好吃的。你这卖的啥这么值钱？我卖的瓶子，卖那个假链子。什么？你把那个链子给卖了？啊，几十块钱买的，我给你卖了200多块钱。什么事儿啊，奶奶？洛洛，奶奶你真厉害，几十块钱东西还能卖这么。